嗨，大家好，我是张大飞。起床了，现在准备收拾一下出发呀。昨天晚上在这个铁皮房里露营，真冻极了。这个本啊，透风，下面是什么样的？反正还不如直接搭地上。真的，一晚上没暖，没把这个睡袋暖暖和了。太冷了，等一下把这些东西都收拾一下。今天天还是挺好的，我把睡袋拿出来晾一下，晾一下干了以后，然后就出发。这睡袋都湿了，全都是水上面。看这里，就是因为太冷了，太冷了的原因，不晾的话晚上没法盖了。先晒一下，晒干以后收起来就准备出发了。今天可能是要翻山，好冷。我把这个门又给它绑上了，昨天来的时候就是这样的。今天的天就比昨天好不少呀，今天有一点风，但是没有大碍，挺好的天。车已经装好了，我这个水瓶里的水又冻住了，真服了。今天要去搞一点补给了，因为车上的菜啊什么基本上都没有了，不知道有没有村子卖菜的。我看了一下，可能是要翻过去山以后才能买到补给吧。村子里有可能今天晚上会吃泡面或者是吃蒸大米饭了，我先去找点补给。这个山不一定能翻过去，这山太高了。这边又发现了一个这个房子呀，现在2点钟了。这个门是锁着的，应该是走上的，就是没锁。其实在这露营也挺好的，看看这房间环境，没有人住了，这应该是护林员或者是看牛的小棚子吧，就在路边。我这个嗓子呀，不知道怎么搞得哑了，说不出来话了。哎，特别疼，可能是风枪的，要不然就是上火。真的不能说话了，声音都变了，听出来了吗？休息几分钟，这个水我接满了，在当地的老乡家里，然后接了一点热水，他帮我打的。也没地方吃饭，这一路都没地方吃，我这嗓子哑了。喝点热乎的舒服。就隔了一座山，昨天晚上这边就下雪了，满山遍野全都白了。隔了一座山，我昨天晚上露营那边就没有下。
这边就下了。今天咱们画的差不多了，也都还有车压的。今天要翻过去前面那个峡谷里面那个雪山。现在7:07，下午。啊，登顶了！我说，体力透支、缺氧，你们信不信？最后这几公里我推上来的。这里是边坝县边坝界，八里拉山4810米。啊，登顶了！啊，全部是雪山，白茫茫的一片呀！我想在这个山顶露营的，但是没有房子，我又不敢下山，下山太危险了，全是暗兵。我不是说着玩的，真，我今天晚上要是赌一赌。堵好了明天还能见到我，堵不好明天就见不到我了。我要下山的话，现在海拔4810米，看看夕阳，西藏的夕阳，那边还在下雪呢，看那个天津的那边都在下雪。今天晚上我估计这个山顶也要下雪。巴里拉山不行，我要下山呀，不下山的话，在上面要是露天露营，直接就明天早上直接冻成冰棍了。现在这样都冻得伸不出来手了。下山下山，赌一把。我靠！全是暗兵，真的不敢骑。要不然又下来推，没办法了。哇，今天走到一个露营地，那个房子锁着门的，进不去。这里有一个可能是以前的房子塌了吧，那边是牛圈。但是现在这个季节这么高的海拔，都直接都赶下去了，或者是卖了。现在已经快8点钟了，今天晚上我在这里露营，还有个小院，最少能防狼呀。这么高海拔，现在这个位置真的有狼，主要是下不去了。今天晚上就在这里搭帐篷。啊，太冷了，现在海拔4700，全都是雪。我现在把帐篷支起来，搞点肉午饭。这里还有这个铁皮，等一下我把这个铁皮支起来，挡着这个门，挡着门放心一点呀，晚上。要不然晚上吓死了，也不敢睡了。先支帐篷吧。帐篷已经支起来了，车子就放这边。今天晚上不做饭了，哎，实在太冷了，伸不出来手。要是有个房子还能做饭。啊，手冻僵了，我估计差不多有零下20度的样子。太冷了。行，就这样吧，稍微挡一下。今天晚上吃这个零食，还有多少个？
个，两个，三，四，五，六，七，八，九，还有九个。刚才吃了几个，啊，撑不住了。还有这个，这个是腊肉吧？腊肉还有一块肉，今天晚上不做饭，只吃零食的话，今天晚上肯定体温达不到，我就把这个腊肉就吃了，就直接不切了，就直接啃，行吗？应该可以。这个腊肉直接吃。还有这个，哎呀，盖子都上冻了。今天晚上我估计不喝就冻上了。腊肉，啊，熏好的，没炒，腊肉上面都上冻了，啊，哎，猪皮咬不动。吃点素的，冻得蹦蹦硬。真劲道，吃个饼干，啊，别弄，哇，弄湿了。吃完这些断粮了，没有菜了，明天要找地方去买菜，没有菜的话就只能吃面条方便面了。我这痛子到现在还没好，还是牙痛子。
今天这是我吃的唯一一顿，路上没有吃饭的地方。我连个小卖铺都没看见，可以吗？吃了两口，咋不动？饿了再吃。那我弄湿了，有水。不吃了，饿了的时候再捡来吃。哎，那腊肉咬的牙疼。喝点水，明天应该能到一个乡镇。今天这个山太难翻了，今天翻的这个山是那个349上面最难翻的一个山了。里拉山最难翻的一个了，从早上就开始慢慢上，慢慢上，到山脚下一直走到现在，现在都几点钟了？8:22，我露营的时候8点。终于把最难翻的一个翻过去了，后面的应该就好翻一些了，平原了，平均海拔4000多点吧，这条线。行了，明天去搞点补给，今天晚上早点休息，真累了。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，明天见。